又一个。 这人头他妈怎么这么铁？我操！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，损人。铁头功这是，铁头功武器。 这打我一下，就算我不 Q 你，小兵打你也很伤，好像亏了。啊！这完毛！你说这公平吗？说实话，公平吗？我炸了他5个桶子。 他5下把我 A 死了，公平吗？言语毫无，我只想要个公平，这他妈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啊？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更多火药，用他们的手指填饱他们。 他留一我咋 A 他？大哥，我 A 毛啊！我 A 他，他开一追着我 A， 我怎么反制他呢？反制不了的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当心炸药桶！又一个！让他们的鲜血涂满码头。 可能得直接回家了我。 就回吧。我要暂时远离。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他进草顺爆 A 桶子，他开一也追不上你。但是我炸桶子，他不开一啊！你看我，你让我前期想要 A 被动的话，我桶子炸到他，他不开一。 我去 A 他，我一抬手，他开一 A 我被动没 A 出来没加速，那请问我怎么样才能规避他这个一，规避不了啊？那就是白白给他打一整套啊！大哥咋想的呀？有那么好打，我肯定将打呀！我自己知道这样行不通的呀，过分了啊！ 这他妈的就过分了哦！我把他一片了，还要打。我就知道他有铁，直接回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。 线好亏，还是亏呀、啊！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
为橘子，我不太好出去。仁慈已经和我在一起，整个橘子比较好一点。线的话，哎，不太行，我没有钱去装备回家，不卡了，不卡了。哎，这个兵线给我拽的很难受，这兵线。我的心是铁做的。卡线我钱不够了。复活轰鸣。嗯？你这塔有毛病？烧吧。钱够了，一千一钱就够了。和人们背叛了我。帅王，那我出完仙人刀这个武器还是要小心一些，只要不要白给的那种。正常打的话是能打得过，毕竟我带了孩子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带了骸骨还是不虚他。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。再救一下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现在不要交筒，让他跳舞，让他开 A 跳舞。我交筒子他会有防备的，他跳舞丢一个筒子 A 加 Q 筒子加 A， 然后 W 撇 Q 再走。如果我交筒子的话，他可能不敢跳。七级可以这样玩，六级的话就不太好。六级捅得太慢了，就是你能斩杀他的时候可以这样骗他，毕竟你交一个筒子他肯定是有点虚不敢跳，他血量那么少，你不交筒子他肯定觉得是个机会。我要夺回属我的一切，不再念旧。要不先买鞋子吧，先买鞋子伤害会变低，算了，不先买鞋子，多25点攻击力还是猛的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还得我交个闪，我操！能推完还可以，车还漏了，我操，哎呀不怕，小炮你怕锤子，
他有一，他不交一，哦，不太好打，我直接回吧。什么叫我送了全队的人？你不能这样想啊！你要想，我是对面100%的参团率，对面的每一波团我都在，对吧？100%参团率啊，想想就牛逼。现在的哥们跟我送了一个，那他跟我一样牛逼。看着没，先 A 出来， A 出来就可以杀。这一个被动伤害太高了，我一个被动三百一，我一个点燃才250。在日个蟹，烧吧！我从眼泪和海水中重生。暗爪没位移了，出什么？我看他装备所有装备数据出来之后，我再出一个概念版，到时候我会发到抖音上面，所以兄弟们可以先关注一下我的抖音，到时候也会在直播间里面说，直播间里面说，当时没看直播的话就可以关注我的抖音，先出个概念版，然后后面出来之后再出个实战版。主炮准备发射。一般对于装备理解我都领先别人很久的，知道吗？得到的是一把匕首，你要相信我，相信阿迪。Shut down. Fire in the hole. Shut down. 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怎么还给抖音引流？互相引流啊！双向引流，我这属于是双向引流。很烦。这波好像不太好打。呜，好痛哦！武器这屌英雄还是厉害，强度好高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驯刃神话钻。如果驯刃其他装备属性不改的话，驯刃是固定要出的，毕竟像这种版本他妈的这个统治 CD 你不出驯刃玩不了这个游戏。仁慈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，烧吧。有人来了吗？把残忍带给所有人，更多火药。打不死你不让我走是吧？大海和人们比赛不一定适合路人局玩，也不能这样说。他比赛的话都看英雄的好吧，看英雄作用，然后看版本搭配阵容，也有时候排位猛的英雄你比赛是玩不了的，就排位玩法猛的，你像前两年上单点燃，就你比赛的话都很少带点燃，那职业选手去打峡谷，那主播带点燃峡就。就峡谷主播带点燃上单，就上单带点燃，职业选手都招不住。369都直言说，我最害怕，最害怕上单带点燃，感觉压力很大。
知道吧？又一个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烧吧！我操！我真怕他给我烧死。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更多火药！他们的眼泪将为海洋补充。修个蛤蟆走，看能不能去下路把二塔拆。不要以为我不在，你们就能安逸。峡谷没有运营，全是打架。不，我感觉峡谷里面有运营，就是运营下一波怎么打架。别韩服运营是运营怎么样去拿资源，拖到什么时间段，对自己有益，就对自己有好处。峡谷也运营，就运营下一波怎么打架，就硬打的那种。下一波可能不好打，但不管了，先打了再说。来来来，兄弟们坐下眼位，坐下眼位，蹲波也去蹲点一下，然后就直接干起来。然后经典运营就是两级抢河蟹打团灭的那种。你要是说不会运营，我不是很认可不会运营。两级为了抢河蟹能打团灭的，你说这不是运营是什么？你不运营怎么可能能打得了五v五两级抢河蟹的时候？死亡把我吐了出来，当心炸药桶。更不会忘记仇恨。又一个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. Game What the fucking doing? Hey man.我不介意啊，我介意什么？介意是肯定会介意的，除非你给我刷个血瓶，知道吧？除非你给我刷个血瓶。没得订阅的兄弟们，给主播点。